大哥，大哥，他这是。我操！你这是。发好了，那发咋的？你别去得，得得别去。那怎么发的光？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晚上好，家人们下午好啊，你们都吃完饭没有？家人们，你们都吃完饭没有？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，我老叔叔们在外面了，对了，那个要给我们爹的老父母爹的外面了，对了，妞妞买了，对吧？오그렇습니다어찌다你不出去上班吗？不出去啊，家人们，不出去。这就去了。他们就去了，去了，去了。走的。哎呀，不，我们也出去去了。你们猜我这是干什么？叔叔阿姨姐们，手机挂机，有没有人知道我在干什么？我说手机挂机的，手机不了，嗯，手机不了，不大。那是什么？欢迎啊，欢迎所有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加入爱梦的直播间。哦，这就不过他挂哦。回公司，你回家吗？那我回家了啊。我已经回家了，家人们。你们应该还不去？难道你们？在割猪草，对的，叔叔阿姨姐们，是的，我在割猪草，家人们，你们喜欢阿姨墨的，给阿姨墨点个粉丝灯牌啊，家人们，谢谢大家了。阿姨不回乐山了吗？暂时不回了啊，暂时不回了，家人们。你还挺能干，因为我经常干活的，我经常干活的，叔叔阿姨姐们。以前只是网络上而已，知道吗？不然我经常干活的。阿姨们这么能干了吗？本来就能干呀，只是我不知道而已。我不是回家干活了啊，我是因为我妈生病了我才回来的。瓜子关系还好吗？不好。关系就那样啊，家人们。
你们该我爹的账号是帅个钱吗？该我爹的账，没该我爹关注的可以该我爹点关注，感谢大家。这是红薯藤啊，家人们，这个是红薯藤。阿紫在家为什么不干？阿紫又不是我姐姐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两个不是一起的，家人们，这是我家啊。你们可以给阿莫点点关注，喜欢阿莫干活的，是帅哥姐们。你们煮饭了没有，叔叔阿哥姐们？你们煮饭了吗？你们煮饭了吗，叔叔阿哥姐们？你们都吃饭没有？地瓜吗？对的，对的，叔叔阿哥姐们，这个是地瓜啊，家人们。这是地瓜，叔叔阿哥姐们。不会有蛇的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你们放心，不会有蛇的，家人们，不会有蛇的，家人们啊，它不会有蛇的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你们放放心心的就好了啊。没有蛇，没有蛇，你们放心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没有蛇啊，我们有姐姐啊，叔叔阿哥姐们。艾莫没有姐姐啊，家人们。我没有姐姐，叔叔阿哥姐们啊。阿紫不是你姐姐吗？不是的，叔叔阿哥姐们，不是我姐姐啊，不是我姐姐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她不是我姐姐啊。哎，辛苦不辛苦，叔叔阿哥姐们，你们给艾莫点点赞，叔叔阿哥姐们，能给艾莫，来叔叔阿哥姐们给艾莫点点赞啊！没给艾莫点关注的，给艾莫点点关注，感谢大家了啊！感谢大家了啊，叔叔阿哥姐们。不去一总那里上班吗？不去了，家人们。我现在家里面事情还挺多的啊，事情还挺多的，叔叔阿哥姐们。我家里面现在事情还挺多啊，等我事情忙完了再说吧。
哎，你是挖地瓜吗？对的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我们这边叫红薯。怎么掉了那子了？怎么掉了老王叔叔？叔叔们怎么了？快点！来，叔叔阿哥姐们，赶快点一下粉丝灯牌，叔叔阿哥姐们分享一下直播间啊，家人们，赶快分享一下直播间，我们还没有做饭，叔叔阿哥姐们。只是在说什么东西吗？对，我现在干活，叔叔阿哥姐们，阿姨们现在要干活，这么美。看到没有，叔叔阿哥姐们，这个是地瓜啊，家人们有没有见到过，家人们？没有，叔叔阿哥姐们，看到了吧？这个地瓜结得特别好啊，家人们。赶快点点关注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你们赶快点点关注，没赶快点关注的赶快点点关注，叔叔阿哥姐们。小朋友是你的孩子吗？那是我弟弟啊，那是阿姨莫的弟弟啊，家人们，你们不要乱说话啊。那是阿姨莫的弟弟，你们不要误会了啊！你们给阿姨莫点点关注，感谢大家啊！哇塞，你们看叔叔阿哥姐们，好大呀！挖什么？你们猜？你们看这是像什么？看这个像什么？叔叔阿哥姐们，你还不回故事，我不回了啊，家人们，我不回故事了啊，我家里面还有事儿啊。
现在家里面的活都是我干啊，家人们，出不去了，就只能在山上待着。你妈好了，我妈还没好。阿姨还在干活，对的。我先关播了啊，试试看行吗？因为有点太陡了。